首先请跟我们讲一下这案情。好，本分局于今日6:50起获报本辖淡金北新路口发生一起车祸，经警方到场初步了解，是49岁杨姓驾驶一影车，于淡金路往台北方向行驶时，疑似因为要变换至中线车道，不慎撞击至前方64岁朱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，导致自小客车失控撞上分隔岛，车子整个停到对向车道，所幸整体事故并无人受伤，亦无酒驾情形，详细事故原因及责任归属将深入调查厘清。